其实特别想做一件事情，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向粉丝鞠躬，今天我要跟我的八个兄弟们鞠躬，感谢你们给我带来的一切，我们是彼此的骄傲，我永远爱你。这是我不小心初中还是高中最好的一次毕业典礼，希望大家不要把今天当成一个结束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新的开始，是一个比较喜欢我们的人，他们在一起就是变开朗。谢谢你们愿意陪着我们一起追我们自己的梦想，我们也永远会陪大家追自己的梦想，我们永远会在你们身边。我们出席整个活动，我只要看到你们在场，我就特别有安全感，我真的好久不看你们。我们从大场到现在 Nap Sam 时间到了，我们要解散，但是心早就已经在一起，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真的特别喜欢你们，我真的想跟你们说一声我觉得我是 Never Sun 的一员，我真的很骄傲。Never Sun 的结束其实也是我们整个大厂的结束，我就觉得我们没有给你们丢脸，在我心里 Never Sun 永远不会结束。